哇，其实二楼看上去好美耶。这是明户城公园的 Bijida Cent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。今天我们要去明户城公园。明户城公园它位于冲绳北部的明户市。今天我打算从天上展望台开始往下走，有兴趣的话一起看到最后吧。这上面已经没有东西了，掉了。这是一个展望台，我们走上去看看吧。哇，这里是二楼，二楼这边也可以坐在这边野餐，那边也有。哇，其实二楼看下去就好美耶。从三楼这边看，可以看得到明户市的市区。从这里放眼望去，可以看到辽阔的东海，真的让人心情都放松了起来呢。看它的每一层楼在这里有说明，这边这个森林有什么鸟，有什么动物。刚刚从天上展望台走下来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明户城公园的 Bijida Center。卖一些饮料、咖啡、果汁类的。もうです。甘いのがもし大丈夫でしたら、こちらのおすすめで、甘くない方がいいでしたら、ハーブティーとか、あと紅茶、コーヒーとか。ああ、もうこっちは経験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。こっち経験します。入りがハイビスカスときび砂糖のシロップで、果汁がシークワーサーと生姜で、部位がブルーベリーと黒糖になります。これがさらに一番甘い感じで、私的にはシークワーサーとか生姜が好きなので、こっちがおすすめです。あ、じゃあそのカディさんで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到二楼座位区，这些玻璃落地窗的设计更是可以远望一片山林及大海，好美啊。点一杯饮料有两个小时的 WiFi 使用免费。好，这里还有插头，这个是店员推荐的饮料，它的名字叫做 Kaji， 如果大家来的话也可以试试喝看看。它是荆棘柠檬还有一点点生姜的苏打饮，我觉得蛮好喝的耶。从这个旅客中心看下去的风景，我想这里也是可以放空一个下午的好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开下去乌马库广场。我们从这个 Bijida Center 下来了，我们来这里看看。厕所，还有这边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器材。我觉得那个溜滑梯很长，很想玩玩看哎。出发，出发，去玩一下那个超长溜滑梯。准备哦！哇，好恐怖哦！哇！拉不动啊，这样手动式的，手拉的。就这个明户城，可是它在明户城的下面写着 Nangushiku， 所以这个 Nangushiku 应该是冲绳的这个方言吧，我想。走吧，我们要走上去这个楼梯，明户城基。我们终于走完3600步的阶梯，哎呀，啊，好累哦！啊，我们的车子停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刚刚走的这个楼梯过来，然后现在在看这个，然后我们再回去看这个。嗯，刚好这边有一个，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矮矮的一个这个凉亭吧，它真的不高哎，我这样子。
我160而已，他跟我差不多高。我们本来下来要看住女店内，结果他实在太不起眼了，我们就这样子擦身而过了。再往前走就看到了明户神社。我这里可以走下去到下面。明户神建立于14世纪，是当时明户暗司居住的地方。因为它没有石墙，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完整的建造物了。不过经过整修，现在也规划出了休闲广场，还有展望台等等，是非常适合大人小孩来的地方哦。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。